我要动手术。好久没有吃那个 Costco 的鸡肉，好久没有杀鸡了。嗯，加油哦！爸爸帮鸡鸡切肉肉。手套也太小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拿那个。拿什么？来，谁要吃鸡腿？大棒棒腿还是小鸡小棒棒腿？小棒棒腿。好。来，哥哥的。爸爸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有手套吗？可以调味料。反正小朋友想看。没有，你要自己拿。我忘了拿。我不知道我要拿。哦，不客气。好，来我自己用。这个手套，我手再挑一格就已经很特别的宽。因为。嗯，自己拿，我老知道自己拿。鸡腿先放。我吃原味的，哦，好爽。你吃的那个酱确实超高的。有人有反应喽？终于有反应。对。好不好？我直接是把鸡鸡的肉肉肉已经夸了。鸡腿。嗯。我看。我要沾下面那个汁才好吃。哇，好爽，好吃的。奶奶，你要吃棒棒糖吗？不要，奶奶会吃，他是热的，我吃两个。对，棒棒糖留给哥哥吃。Luna 毕竟自己动手的话，有点危险。他吃了完两只吗，哥哥？哥哥可以啊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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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手套，妈妈，妈妈喂你的。奶奶还小，戴手套不合适。嗯，来，妹妹啊，走吧。哎呦！我就完全把这只鸡处理掉了。好，你处理它。对不对？嗯，拿去外面。妈妈可以帮我看一下火。好，这咖喱粉。哎，有一个辣粉，一个就是那个。那个。等一下，奶奶弄完了，给哥哥。胸肉，我在这边大概弄一些，到时候你可以拿来就是做那个。那什么？我觉得我们会应该要把它吃完吧。我觉得会，反正我就先分类。因为这是比较干的，没有油的部分。哦。好不好？油的都在下面对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此油非彼油。好嫩哦！哦，听说 Costco 的这个是亏钱在卖。嗯。但我说真的，你很少买到一只鸡180元。他说这是战略啊。通常烤鸡这个烤鸡翅都放在最里面、最深处。所以呢，蛮明显的地方。但是它最深处啊。最里面。那你要买这个烤鸡的话。你势必就是会经过，那猫想要喝你，经过很多其他的商品。露娜还要买吗？没有啊，不是我，因为我会买拿露娜的时候，等一下给你，你先吃。好吧，等一下给你手套。妈妈，等一下给你手套，爸爸等一下给你手套，好吧？好吧。我今天去买牛奶的时候，完全没有牛奶。哦。可是我今天我也很晚，我快，快关店才。然后，但它真的是完全没有牛奶，大家捞抢，很多块，它很凶，嗯，它很凶，它什么都完全，只要，不要很多人出人，只要一些人再加一个人去买，对，然后一个人带人去吧，那连阿 U 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好吃
吃。拿那边沾一点那个汁，这个汁很好吃。来喂我，不喂我。我啊，酒。嗯。我想说。我都已经戴手套了。对啊，然后你整只鸡都在你手上，要喂你。我帮你看，一根肉都不剩。就是要吃这么干净，才不会对不起这个养这只鸡的。弄家郭富城头真可爱，对，小男生弄郭富城头很可爱。我小时候也是。这边拿来，这边拿来。我去跟郭富城一样。但是不行吃太多油的食品，不然肚肚那个就是说那个看到新闻那个有人吃太多油，然后肚子不舒服。嗯，那叫太油腻。欢迎你多吃一点，长一点肉比较好。嗯，长肌肉，快多吃肉，多吃长肌肉。那我要去哪边滚？我直接喝到手枪吐血。走啊，走啊，不要动。我妈直接拉我的手去。妈妈，妈妈。不行，要买个手套呢。悠悠，奶奶悠悠。等下拿一个干净的给你。拿，拿，等下给你好不好？等下爸爸去拿，爸爸去拿。等我好不好？等爸爸好吗？我打开。爸爸。他我头发。对。对啊，妈妈用，妈妈用，可以吗？等，爸爸这个是油的，对。爸爸剥完这个，刚拿手套给你。哎，不是，他这个已经弄到油了。他本来是。对啊。好软。嗯。剥得干干净净。不剩，我自己吃的也刚刚塔巴斯克。嗯，我一直闻到塔巴斯克味道。我在一家人吃这刚刚好。哦，差不多了，肉的部分也差不多没了。剩下的就会比较肥，比较圆的。嗯。今天这一边就看我爸去吃就好了。爸爸很伟大。毕竟父亲节过完了。爸爸是当鸡鸡手术的。嗯。你多吃一点啊！我这扒鸡肉扒得很辛苦啊。嗯。不，吃一点哦，再给你白球。好像有点饱。好了，差不多啦，就跟他分享这边吧。好吧。拜拜。先这样了。呀。